它就是一个非常有口感的面包，因为我觉得这次烤的杏仁有点不够，然后所以我就突然想到说，哎，整颗吃起来很软，那放在烤面包上就是一样会有带杏仁的香气，放的果酱是奶油糖，对啊，所以就是非常适合配那个可能牛奶啊或无糖豆浆之类的。超过了。Cooking. This is quite small, I think.香，这不是免的。昨天听说是创下夏天以来最高温，好像有报到38度的样子，所以昨天超热的。但是昨天也是台风过后的一天。所以感觉天气，不过夏天做面包真的太热，即使是半夜11点做，还是太热。不过有一阵子没吃自己做的面包了。黑豆浆就好。真的？你不是说咸黑豆浆是无糖？我没有咸黑豆浆，你是在帮他打广告吗？没有，拍不到他，因为我只有拍这边。